的就是神社或神宫，这是二分法，所以他讲的对。好，那我再教大家怎么分神社跟神宫呢？好，这个神社跟神宫它都是拜神，一定都有神。比如说像那个北海道神宫，以前它的名字叫北海道神社，因为它就是拜大国魂神、大那摩持神跟少年密法这三尊神。自从他把明治神、明治天皇请进去让大家参拜，加了皇族的人，他就改名叫北海道神宫。答案出来了，如果只拜神叫做神社，如果他除了神还有拜皇族的人，他就是神宫。这样简单了吧？因为你们看到恭祝奉祝天皇陛下，因为今年其实两个年号是平成31年，他是唯一一个天皇人还没有死哦，他就先让孩子自己的儿子先就位。那今年是平成31年，也是什么元年？立和元年。所以在立和就位的那一天，北海道神宫是办了很大的祭典，所以你一进去会看到整个两旁的道路都挂的白布条在前面，白色对我们台湾而言见识很好的，在日本新娘是白色。漂亮哦，漂亮吗？没有，叫怎么去买？直接跟他买啊，你跟他说你要啊。哦。然后你要跟他说是一级棒还是你棒？我是一二个一级棒。那你的一号跟二号就拿。哦，这个雪也太漂亮了。对啊。那所以导游你自己没有说这个？我没有哎，因为要不然我早就满了。哦，对啊。我就是这个因为觉得就是他的字体，每一个神社的字体都不一样。嗯，什么声音？我就远不大。哎，等等。大吉小吉中吉哦，大家都不错。只要随波逐流，一带时尚。啊，这跳开啊！小吉，小吉，小吉，大吉中吉。这是小吉，我双滚。中吉哦，嘉龙运气不错。属于香港的。那他熊感觉不像他会，那好像是文创商品哎。对啊。江湖啊！我见到大人看了，好壮壮啊，那神社。光复香港。汤泽神兽这么凄凉啊，还有人。上7分钟，好。要不要合照？
Number one 咧。Number one 咧。口罩脱落来啦，那是来神社。要拍吗？要。好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别个的，他速度超快了，好。好。我不要快，我要漂亮。拍手，拍手，我帮你讲，我帮你骗。剩四分钟啊！刚刚导游看到我们写，他也开始买，他说他这才买他第一本，人生第一本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早知道有这个话，我就开始写，我早就写满了。因为他十一年了啊，那你去跟导游讲，你看你要干嘛？所以意思是为什么没有早餐店？日本人的早餐都是在家里先吃好，如果家里没有人做早餐，他们就会去便利商店买。所以这里没有早餐店，这是一台的正门，不对，旧道厅的正门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很像总统的感觉？好，这个是旧道厅。那我们现在左转是十几台，它是一二楼的建筑，二楼是一个钟楼，四面都放着时钟。进去直接喷一万四，一万五就喷了。我两万多啊。可是啊。卷我放这里，卷都放上面就好了。放这里啊。二四六七，哦，大吉。我脚后跟有点长，我要梳掉。一样。哦。我这电锤姐姐，然后拄我的房间，我扑扑，我感觉有人在扑咧，扑咧咧。这是大通公园地点。Hello， 一个人一张。大通公园，三个人像他，吵架有无？要紧，你有一张就会使转来啊。啥好？大通公园。三四丁目有金安的殿堂，金安的殿堂最后再逛，因为它二十四小时，你们睡不着，随时再去，好不好？买回来放东西卸货再去也可以，它都还在哦。海尖哦，男生都可以靠北，他一进来就会问你说欢迎主人回到家，然后把你带到这个地方。
的，一个女仆就是富婆这一种。你们要什么的服务必热吗？什么他都会帮你做。但是菜不好吃，他们就是看女仆的服务。他可能一份咖喱饭，就一坨饭一坨咖喱，然后配一杯或怎么样，对，然后就可能就要5000块人民币这样，全部加，对，对的，对，入场费。这可以放到 YouTube 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哎，你看这个还有大扛棒哎。我伫忙呢，袂走。无事啊，我剩剩50分钟，剩5分钟时间都要到啊。你这样的话，可能会抓去喂熊哦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他们那边母女呢？母女，来，我再送你们一个礼物，因为他今天那个餐厅有同乐会，他跟这家签约那个摩天轮半价，所以我想说我就直接买来送你们。哇，对你们很好吧，太感动了，还是去化人太多买不起，太感动了，到底是没有退钱哦，那是我的礼物啊，哎，你在哪啊，我跟你讲，平日到11点，然后假日到凌晨3点，哇，太感动，今天是礼拜几，我们不知道哦，礼拜三到11点了，11点前去做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现在立马去做。没有啦，浪漫，要做浪漫，浪漫。酒醉还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打5折，我都买市场，这给你，交给姐姐，她是清醒的。这个里面有数据吗？来母女，对啊，来母女。对不起，麦克风，对了，母女，对了，你真不是太接手哎，接手。那个60分钟就可以带上去了，那个60分钟。
七八或八九。但是你要记得哈，离商圈要到六为止，七跟八很荒凉，不要怀疑。要越走，我觉得越可怕，没有电是正常的。知道。好啦，坐电车，一台电车回到饭店不用跳表，640元。OK OK。十点以后夜间加成4710。老天啊，反正再怎么跳，1000元已经搞定。好，那四个人一台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般扣拢开呀，我猜1000扣好不好？好了哈 ，OK 吗？好。好啦，结算与贝贝上。上，我给你结。感谢感谢。这一群也是战斗力惊人。啊，你们不是刚刚是从这边下去？不要了。地下街下去。我是没来这看什么。我你被扎红内裤了。不然你戴这个，今天晚上来跳一下。运动不足，这个帽子很好笑哎。运动不足啊！那我们去，那就是七龙珠的，而且它是两层，我上次昨天看是只有一层。哦，它是两件事。但是穿这个要羞耻度要很高呢。你还看到你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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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些绿色的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个就很朴素啊。这个是那个比尔大魔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个比较大模型就会久了，哦，而且是 Sapporo City， 这个是北海道现有的，对啊，北海道限定。好啊，我等一下。突然热起来，我先上去看一下。先去书局吧。对啊，先去书局啊。二楼。Yeah.
照很安全，但是你到这个高度，到这种高度脚还是会凉凉。你也没看到空气，我随便挺干的，完全都不想动。其实真的觉得这岛真的不错哎，但是还用不跟你讲功用的。一直挥手，那阿喵就很尴尬的跟他挥手。